3块多一罐，这款高山脆萝卜干呢，今天呢老弟就卖3块多一罐。我知道我这个视频一旦发出，就会得罪很多同行。同行呢，你爱咋说咋说，我卖的心安理得。哥姐们啊，就咱家这个高山脆萝卜干，谁是花12.8买的一罐啊？那您可能是买贵了。咱看下后台没发货的话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下老弟这个链接啊，都给你卷到什么价格了？现在呢，厂家自己卷自己，直接给咱卷到了8.99啊，并且呢不是一罐啊，是整整2大罐。另外呢，老弟还有1块钱的佣金补贴给你们，咱哥姐。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7099给咱发2罐萝卜干。咱家这个萝卜干啊，它是蔡小宝家的，它是有香辣的，有麻辣的啊，两种规格呢可以供大家选择，并且呢每罐都是230克的大分量啊，也不是那个小克数的。咱拆开一罐看一下品质啊，这个是香辣的，看一下啊，这个小个头，这个小颜色啊，都是相当诱人。喜欢香辣的呢，咱就去拍香辣的啊，喜欢这种麻辣的，咱就拍麻辣的。上面都是满满小芝麻的。特别的香辣脆，口感呢刚刚适中啊，不咸也不淡，刚刚好。像咱早晨配个粥了，配个面条了，配个馒头啊，怎么搭配呢，都是特别好吃。现在夏天越来越热了，咱没食欲了啊，可以整个小萝卜干啊，嘎嘎下饭。而且呢它精选的啊都是高山脆萝卜，掐头去尾留中间啊，留着最精华的部位。关键呢今天的价格啊也太合适了，9.9不要，8.8不花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7.99，并且呢不是一罐啊，是整整2大罐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楼单，3块多一罐啊，真的太划算了。